日本 AV 界正是地震的一年呐、啊！又有女优宣布隐退，才在 AV Open 活动代言的 AV 女优喜美梨香，19号在推特发文预告，将在12月17日的活动后隐退。今年26岁，身高150公分，拥有一罩杯的喜美梨香，长相甜美，身材好，堪称相当吸睛的巨乳小芝麻，还曾经到过台湾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喜美梨香。连 AV 达人一见晚春秋都表示，真是让人措手不及。他在脸书发文表示，这位以艺人身份下海，有脸、有胸、又有战力的女优，怎么会在出道5周年宣布隐退呢？许多网友回应：不要啊，我痛心，痛心，痛心啊！还有人拜托一见晚春秋邀请他来办摄影会。